佩老师，还有我们的湘博士。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观众朋友们介绍过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家太空中心，那我们已经有发射过许多的人造卫星了，分别是福尔摩沙卫星一号，是福尔摩沙卫星二号，还有福尔摩沙卫星三号。那一号是一颗卫星，二号也是一颗卫星，是三号是一口气由六颗卫星所组合起来的星系。哦，所以记得哦，一号一颗，二号一颗，三号六颗，这个题目应该相当的明显，相当的简单啦。在这边想要问各位观众朋友的注意哦，我们要送出一个很珍贵的礼物。今年是福尔摩沙卫星二号十周年纪念，我们要送出的是这个金光闪闪的福尔摩沙卫星二号纸模型。纸模型原本是什么样子呢？哎，安哥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手上的样子。对，我们利用这张卡片呢，就可以做出我这边手上所给大家看的这个福尔摩沙卫星二号的金光闪闪纸模型啦。借我看看，哎，没有问题。它做的栩栩如生哎，你看这是硬板的，然后。金版的，我觉得金光闪闪更好看。对，反而纸做的比较漂亮，对不对？是啊，因为它的光泽非常好。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注意听我前面的解说的话，应该可以很简单的回答到我们的问题了。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台湾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几个人造卫星？第一个答案是四颗，第二个答案是六颗，第三个答案是八颗，也就是。福尔摩沙卫星一号、二号、三号加起来一共几颗？颗呢？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赶快上我们的国家太空中心来回答问题，到我们的粉丝团上面回答问题，或者是到我们超级小英雄的粉丝专页回答问题，都可以获得我们精美的小礼物哦。就是我手上这个国家太空中心所敬赠给大家的福尔摩沙卫星二号的十岁纪念。